啦，复杂好多。而我哋中间望到左手边呢一个咧，呢一个就系咩咧？呢个咧就系叫做海神咧佛像 ，O K 啦，啊海神嘅咧佛像啊，咁呢边咧就叫做人民大道，诶被誉为整个咧一个叫做系啊西班牙最漂亮嘅一个大马路嚟嘅，被誉为咧个八神窿啊，被誉计呢一个叫做系啊八神窿啊之外，另外一个咧最宽阔嘅一条大马路，被誉为马德里嘅香港嘅灵舍。兩旁咧政府機構同埋好多博物館嚇，啊右手邊就 Museum Navy 啦嚇，好多同埋好多國際知名嘅五星級酒店就喺度嚟㗎啦 ，OK 啦。金色嗰個就係國家銀行，右手邊呢一個係咩咧嚇？呢個郵政總局啊嘅咧就係 Post， 呢個係 Headquarters， 西班牙最中心嘅地段嘅主要大嘅呢個 Main Street。啊！呢、這個鬼屋啊 ，Casa de América 格林大道，格林大道嚇，係、啊、整個呢個西班牙最主要嘅呢個 Main Street， 係最靚、最典雅同埋最古典嘅一條大馬路，亦都係當時整個西班牙呢個係馬德里嘅首都城市咧最古老嘅古區嘅呢個地段。所以你見到啲建築非常靚嘅，全部都十壯觀啊！啊，咁你可以望到啦嚇。呢、啊這個就係佢哋第一代嘅商業區啦，你睇幾靚啊！哇，你睇下左右兩邊呢啲即係十五世紀、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嘅作品。而家你望到啲建築咧，全部都係屬於咩呢？啊，十七世紀維修復修嘅巴洛克式嘅設計，呢一種叫 Baroque design。你望到咧嚇，好多呢個 balcony 突出嚟嘅咧，呢啲就係歐洲最流行嘅巴洛克式嘅設計嚇。咁啊，好靚嚇！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讀過咧一個叫做歐洲嘅咧一個叫做係建築學咧，你就會知道唔同嘅建築屬於咩 design， 屬於咩年代啦。OK 嚇，係啦，係啦。嗱，望翻左手邊啦，哇，幾大個呢個巴塔會啦！呢一種咁特色嘅巴塔會係西班牙先有嘅嚇，幾大粒似馬仔嚇，啊，突出嘅呢個巴塔會出嚟嚇，非常之靚。呢條就係佢哋嘅主要嘅購物大道，其中嘅一段。啊！成個就整個西班牙馬德里最熱鬧嘅地方，你望下啲古人街，呢度直落嘅地方咧就係太陽廣場嚟嘅啦。我哋而家行緊呢一堆咧，係整個西班牙第一代最熱鬧嘅咧嘅購物區——燒金窩嘅地方，酒吧啦、夜店啦、disco 啦、蒲店啦，全部喺曬呢一邊啊 ！OK 啊，咁啊同埋購物嘅地方咧，咁呢個就叫太陽廣場啦。嗱，呢度好多橫街窄巷，好多橫街窄巷咧都係佢哋叫咩咧嚇？啲 pub 啊。我食肆啊，或者呢啲咁嘅係咧，個係咩咧？我試過行過一間好細間，行入去睇咧個咩咧，嗰啲叫 Flamingo 啊，好傳統嘅嚇。咁但係嗰間好細嘅，但係咧係好出名嘅。咁喺度食茶嘅，坐正個門位啊，真係咧嚇係個門位喺個台嘅旁邊。是全個呢個係馬德里，呢一間就係馬德里嘅離譜台。我諗咁樣講，大家會明白噶啦。呢間就係前面咧有呢一個係電影院放映嘅呢一個係咧劇場。啊，轉過嚟呢邊嘅呢一個係啊政府機構啦嚇 ，Capital General Capital 啦嚇，首府咧即是佢呢個名嘅咧就係市政廳啦。啊，你望翻啦，呢啲係佢哋第一代嘅呢個城市興建嘅時候嘅呢個係細小型發展期間嘅貧民區，啲屋咧又望到啦嚇，就同頭先嗰啲咧少少唔同嘅，呢啲就係單純一啲嘅嚇。呢個咧嚇，右手邊呢個咧就係佢哋第一代嘅市政廳啦嚇。花沙田伊良伊良即係解咧，就係市政廳嘅市政廣場係以前第一代嘅 OK 啊。跟住咧，春燈結彩啦，好有氣氛啦。嗱，呢度全部都係呢一個咩咧嚇？禁區，全部都係好窄嘅路，因為係老城區。嗱，啲屋你望到就知道啦嚇，非常之傳統嚇。咁啊，前少少咧就係呢個太陽門廣場嚟嘅啦嚇。
解佢哋嘅博物馆嚟嘅？你讲下。好啦，前面哥伦布就系、是、呢个哥伦布嘅雕像喺中间呢一块马路边啊。哥伦布以前唔系摆呢度噶。前面有一个很高的建筑物，那个是他们的这个 Black Dam， 那个是这个是 Building。